队也才有西洋将已经来报道。这一棒马球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往后退，这个球最后跳起来，结果出去了。刘宝在这个打席大进步啊 ，Grand Slam 啊，垒上的跑者全部都被他给清了回来 ，Clean Table 啊，这个排成这个桌子上的所有的跑者全部都给清了回来了 ，Clean Table 打了一支满贯炮，本季的第一轰，而且赚进了四分打点的满贯炮，很补了啊，真的有够补。对啊，这个实力是假不了的。对，格林的话大致上已经那种威力已经退化很多了。